我们来到培育飞行员的摇篮，空军官校找我们得奖者，欢迎得奖者出场。嗨，大家好。教官好。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这边啊，想请教官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好不好？小编，你有看到我身后这座白色的大门吗？有。来到我们空军官校，不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最著名的凯旋门。那上面的亲爱精神字样分别代表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恪尽军人职责，意指本校具有临危不乱、临死不惧、大无畏之剑桥精神。原来这个大门还有这么深远的含义啊！谢谢教官告诉我们这些。不客气。哇，教官，这些设备是做什么用的这就是我们飞机的心脏，发动机。那这间教室就是我们航空机械工程学系的发动机教室，它是真的，然后它现在是提供给学生当作教学使用。那这些呢，就是帮助学生去了解他们的构造，然后以为日后呢，他们毕业任官能够赶快上手。教官，有飞机耶，这里是哪里啊？没错，刚刚有说到，空军官校是孕育飞行员的摇篮，那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他们训练的地方。是不是很帅气呢？超帅的！没错，如果有兴趣想成为帅气的飞行员的话，欢迎大家加入空军大家庭哦。谢谢教官的介绍，今天我们有准备小礼物要给教官哦，恭喜！谢谢。教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单位同仁跟家人说的呢？谢谢我单位同仁对我的指导与鼓励，然后也谢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陪伴与支持，有你们才有现在的我。今天很开心来这边找云山教官。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个单位喽 ，Go！ 今天我们来到充满战斗气息的通测中心，找我们的得奖者，欢迎得奖者出场。小编你好，学长好，学长，我们之前在通信单位体验过很多技能哦，像是手棋呀、还有摩斯密码，不知道学长还可以教我们什么技能？那今天我们要带你们走比较动态的路线，是需要考验我们的智力跟我们的体力，听起来很有挑战性哦。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Go！我现在已经着装完毕，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简易桅杆架设训练。小编不用担心，我们有三位同仁会陪我们一起做架设。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第一步要先将我们的天线底座移至我们的前方，然后呢，我们将它做展开的动作。哦，好，那这样，好，那这边有卡住。好，我们去。那最后的话是要打我们的控绳跟我们的地棒，待会我会请你们做示范。那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地棒位置，那就是从我们的中心往前走7步，打的时候注意要斜45度打。1、2、3、4，好打出，把它扣起来。打到最近。哦，那这样子我们桅杆就有架设完成喽。谢谢学长姐的帮忙，太好了！感谢学长教我这个很酷的技能。学长，我们要准备礼物要给你哦，恭喜你！好，谢谢小编。那学长有什么话想要对单位同仁还有亲爱的家人朋友们说的呢？首先当然是要感谢通讯中心及通测中心的弟兄姐妹啦，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这份荣誉。再来是要感谢我们的侦探主任，谢谢主任把我和我老婆拍的这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最后是要谢谢我的老婆，谢谢他一路上的支持，让我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执行我工作上的任务。谢谢老婆，老婆我爱你。祝福学长未来都一切顺利，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下个单位咯 ，Go！ 今天来到13拐旅，不知道后面的弟兄在做什么训练，没关系，可以请我们的得奖者来解答，欢迎得奖者出场。学长好。好，我是13管理部三营郑志凯中校，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实战化射击训练里面的五战斗射击训练，那这部分是在个人的射击基础之上加入所谓的敌情，然后来做五之间的交互掩护以及火力不间断的情况之下来做实战化的训练。那小编可不可以有荣幸邀请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课程来做一次演练？没问题。开保险，开保险，哎，同时看一下你的旁边的左边那个，拨打，开保险，开保险，混蛋，你喊大声，混蛋，哎，很好很好，好，送上将军，关保险取消弹夹，关保险取消弹夹，送上将军，开保险，开保险，起发，打幺二三，帮我走。
小编刚刚体验感觉是怎么样？学长，我刚上体验下，我觉得训练单位真的是很精实，很辛苦哎。学长，你们辛苦了。是，当然。我们今天有准备小礼物要给营长，谢谢营长，谢谢，恭喜。那营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单位同仁还有家人朋友们说的呢？不三营的兄弟们。我们成立到一年到现在，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大家之后的任务能够顺顺利利，一路平安，执行完毕。那我有些话想跟家里老婆说，老婆，谢谢你。结婚这十年来，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小孩还有家庭的照顾，总是让你辛苦的付出。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期许我自己会成为更体贴的老婆。老婆，我爱你。很开心今天来到幺三管理找我们的营长，感谢营长。如果想要看更多帅哥美女的军服照，欢迎锁定青宝脸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赞、底下留言、加分享。我是萨，我是布山营长曾志凯，我们下次见，拜拜。